边，就是我妈说对，那医生说她嘴巴有效了，她很高兴，你知道吗？她眼睛这么开个叉，她听到你们好爱她了，所以我知道我爸爸死的时候很高兴，你知道吗？一晚上我有陪她，给她痛药，一直到5点半早上，我回去我的房间快1个小时再回去，妈妈就已经说她已经停了呼吸了。所以他一晚上很舒服，我有陪他，我有祷告主，不要我爸爸痛好不好？让他舒服一点，他想看他的哥哥，跟他的妈妈，跟他爸爸，很想他的妈妈跟爸爸。我也很想我的爸爸，他是很好很好的人，你们都知道，你需要什么他都帮你，对吗？你问他你要做这个，你要做这个，他每个人都报，也没有要钱，我都知道这个。我学校需要他给我开去这个地方那个地方，他每次都给我开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个很好的人，所以我谢谢你们过来祷告，因为本来都没有人过去，你们在家里唱歌，他都没有笑，嘴巴都没有动，脸都没有动。那医生就说你的爸爸的脸在笑，他很高兴。我就看他嘴巴在笑，我都不知道他嘴巴在笑，我当时他昏在那里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谢谢你们过来给他，最后几天他知道很多人爱他，因为医生说他全部都听得到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是昏在那里，也不是睡觉，他就是不能开眼睛了。我们也不能跟他讲话，他已经上帝好多用夜的都不女知道我是儿，谁了。只能我的妈妈照顾我，妈妈好苦了，一个人照顾她，她不理我。我跟她讲话，我说："老爹，你起来吧，你喝点女饭，儿。吃一点东西，可不可以起来？"她会把她脸转开，不理我，因为她不知道我是谁，所以我很难过，我都不能把我的妈，所以我谢谢主给她，给她睡觉，给她昏在那里，最后12个小时，我有陪他祷告，叫主给他带走，跟他妈、跟爸爸一起，跟他的哥哥，他好爱那三个人，你知道吗？所以，OK，谢谢。嗯哼，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